好，来，何宇上。我们这边，来三二一走，第一下，蹦，对，第二下。啊！你们都不给力给他，他怎么做反应呢？打！就是这样考吗？你们是这样做做五行的吗？对，认真走吧，好不好？你给点力嘛，然后打这个，打一二三，打老师，哇！有这样的啊？对他有护具吗？你们不用留手吧？又不会打伤他。准备，好，加油，来。来预备，来，一二三！你俩他有一些好是每一下打的那个痛的那个反应是有的，那这个是真的吗？他是真打的了吧？是这样的，我们都是这样熬上来的。其实四个表现都非常非常好，我现在就决定了，第一趴我要挑的。其实四个表现都非常非常好，我现在就决定了，第一趴我要挑的，我挑何宇。恭喜弟弟！我没想到，哎，你是学过的吗？我爱看武打片。你不单指那个反应好，是最重要是你有节奏。好，好，现在是女孩。女孩有一个耍剑的，好，来吧，我们的人先试一下，你们先看一眼，一二三，棒，大概是这样，快，能做一遍慢的吗？哦，我们先走慢的，让你们老剧里面有个印象，刚刚是我们到时候需要出来的效果。好了，来，英子，哎，来，红姐，加油！谢谢。你有这样脾气吗？把头发撸起来，待会一看不到，人家一打破你的脸怎么办？撸起来。三二一，走！哇！这样。拨剑，拨剑。你看，处理完了之后直接这样打。直接。对，你直接我可以这样吗？不可以，他们套了什么招不可以改。来，撸过去打背腰，哎，等停，哎，谁让你腰直就好了。对，来，我们来个快一点的，一二三，我都说很多遍了，你把这个练好，这个永远都做不出来。你腰干嘛？我不要你的腰，我都说。这个永远都做不出来。我不要你的腰，我要你的腰干嘛？直的。其实我这个人吧，就是属于接受能力没那么快，可能反应没那么快。我是努力型，一定要多练几遍，让我练得很熟，可能我会做到非常好。来，一二走，蹦劈，对，好了，要换剑了，正式，对，来吧，一二三，劈腿架挡，摆 pose， 还算可以，动作还算潇洒，好，下一个，好，来吧，一，然后挡。你要转身可以，对，蹦，爸，你那个是剑，不能抓剑哦，只能这样，手腕，对，顶着手腕。三二一，走，打踢，架，手还是架着踢，好，对，然后落地，哎，最后一遍了，最后一遍，加油啊！一二三，这，不。腿
架挡。踢，哎，好，好，好了，来，他刚才打完整个呢，我就挑你们俩吧。不过呢，说实在的，你是最好的，啊，你拍一个武打的，其实你会进步很快很快，因为你有那个动作的那个细胞在里面，哈，你比一直好一点。英子，我是这样看。英子，真的，你还是要求他们帮帮你去练练。你手脚不配合，你抓不到那个做动作的那种感觉、节奏啊，或者是手感啊，什么你都没有。在这一趴，我完全是放弃了。OK， 就这样。来看啊，那边是化妆间，然后这边是服装间，一会儿你们按照角色拿自己的衣服，然后现在是放饭时间，你们赶紧吃饭，吃完饭去做自己的事儿。好好好，好，谢谢。其实我都不饿。吃点吧，不要灰心，你只是武戏拍的比较少，加油，我看好你。谢谢。啊，腰酸背痛的，打戏真的好难啊，要想的东西太多了。对。而且还怕打到别人和自己。今天武行真的打你们吗？真的啊！真打！那个假棍子不疼，但是肚子拿拳头打还是挺疼的。真的，拳头硬。他们打我们的时候会等，等我们摆好哈。对，不过那一瞬间直接上了。这就是为什么红姐会说我们有时候会泄力。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下面是什么了，然后打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做完这个反应之后，然后回过头了之后，他也会等我们准备好，然后再进下一个。中间有段空白的时间。中间有一个空白的时间，也不知道让咱们演什么。再次落选，心里还是有点难过的，但是我会更加努力。哎，吃饭了，吃饭了，你们吃饭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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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饭了。好的，我去领饭了，我领饭去了，在哪领饭？这边，这边。哦，这儿是吗？哪个是演员呢？这里是吧？来，我这是我的盒饭是吗？是的。我喂了，喂。一人放一半。饿死我了。还是得坐一下。你们坐在地上不觉得冷啊？那你们平时你吃饭也只能这样吧？你不可能也拿着这椅子周围跑吧？基本上就是蹲着吃，有的时候有蹲的。就扒几口不饿就算了。专业。你来横店很多年了，就是你拍戏方面。对，我是2013年来的横店，第一个来横店拍的戏应该是程英，就是《神雕侠侣》，但那个角色打戏非常非常少。最牛的就是这个弹指啊！弹指神通。就是这个练得特别好，然后其他的那就是那种像刚刚那特别硬的，我就是可能我本身有点柔，我就不太拿什么。不对啊，你拍的那个是不是改过？因为我看的是小说，书里边程英的打戏是很多的，我看电视剧很少，我是纯书迷。你像金庸、古龙、七侠五义、隋唐三国、水浒西游，我就很喜欢看这里面。哇，这个特别好，对拍戏有帮助。我之前就有一个角色，就是我跟导演聊天聊出来的，我就说了一个水浒36天罡，就给导演说服了。有哪36个？
孤堡易宋江，玉麒麟刘俊义，智多星吴用，入云龙公孙胜，大刀关胜，豹子头林冲，霹雳火秦明，双鞭胡延灼，小李广花荣，小旋风来进，扑天雕李英，美髯公朱仝，花和尚鲁智深，行者武松，双枪将董平，墨雨剑张青，青面兽杨志，金枪手徐宁，急先锋索超，神行太保戴宗，有水平，就是36个，我刚刚说的是前20个嘛，书没白看了，好棒啊！我就当跟他聊天的时候，啪啪啪连外号带人名全说出来了，导演你牛。不给你一个角色我都不敢接。对，有些时候是需要靠争取和努力的，真的好几个戏都是靠我这张嘴白回来的。厉害，棒棒的，以后再向你学习啊。哎，你们怎么还在这儿聊天呢？赶紧换衣服啊。哦，不好意思，不知道。快快快，人边要开拍了。哎，好了，啥角色？不知道，